喷嚏打不停，鼻水也流不停。冬季是过敏性鼻炎的好发季节，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有过敏症状。这些过敏的病源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寒邪，当天气冷的时候，温度下降的时候呢，它会被诱发出来，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会容易打喷嚏啦、流鼻水啦，或者说气喘发作，或者皮肤瘙痒，会有很多过敏的症状出来。今年46岁的谢小姐，20年来饱受过敏性鼻炎的痛苦，严重时甚至影响工作。已经流到就是整个这边整个都红了，擦到整个都是红的。最懒惰的方式可能就是用两张卫生纸，然后搓圆圆的把两个鼻孔塞起来，然后就往后仰。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中医在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使用3九贴，以及在夏天最热的日子使用3伏贴，改善病患体质。贴最热的药，盐胡索、细辛、白芥子、甘遂。那中医认为这些都是温热的药，可以温肺化痰。那贴在这个背部的跟肺有关的穴位，贴上去之后，就能够把这个寒邪赶走，达到一个冬病夏治，是一个预防治疗兼治疗的一个做法。谢小姐经过连续3年的治疗，加上运动及改变饮食习惯，已经不再过敏，大大改善生活品质。从我贴第一次之后，有很大的一个那个改变。回想起来，就是说，哦，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。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识3伏贴？医师也提醒孕妇以及3岁以下的孩童，或是有感冒发烧症状的患者，不建议使用。大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